是一波迟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的在逃避，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。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向你表达我的爱。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放弃你放弃。